巴斯克呀，姐妹们，这个老八寸的可噎人了，必须得配牛奶，要不然就让它放走了。来了，姐妹们，大桶的纯牛奶。我记得我上次吃这个的时候哈，给我噎的呀，都上不来气儿了。刚才勺子有点脏，我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脏啊。我从这边已经挖了一口吃了，不好意思，又让大家发现了，下回我一定把勺子提前染啊舔干净。我也不大会吃粥，就感觉里面加了可多奶酪做出来的那种特别扎实绵密，芝士都加了很多芝士的那种蛋糕。买这种蛋糕的时候，我个人感觉哈，买那个颜色浅一点的，烤的火轻一点，更绵密一点，它边边颜色发深的口感就不如中间的好。是你，是我，是他。好。这个噎人劲儿，这是一点不拔下的，老噎挺了，老噎挺了，姐妹们，老噎挺了。是你，是我。这个有一个坏处，太噎了，可能不知道为啥哈，它明明甜度没那么高，但是吃多了这款可腻了，可能是因为它太扎实了，呼嗓子眼就有饱腹感。就让我吃一个八寸的我都觉得有点费劲。